白露马上就到了，咱们的计划就是割青柱和打草，三天尽量就打完。我就喜欢干这种活儿。啊，是兄弟就帮我砍两刀。呀，太爽了。打草得先派你们四个去学，下坡的时候不能太流气，拖刀了就得停下来看刀片，然后再试一下车，找一下灯。哎呀，皮带断了。下一辆冲锋，陷到泥里了。哇，这怎么一片压倒的，根本就没有歌。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歌在哪儿。这困难模式吧。啊啊，他这个为啥这么容易踩到自己啊？我觉得这个情况比咱预想的要复杂。他没割断呢。你看这个人开车了就是不回头。一个上午过去了，还没离开自己家门口。